비트비트 걸어가는 나의 다리. 오늘도 의미 없는 또 하루가 흘러가죠. 사랑도 끼리끼리 하는 거라 믿는 나는 좀처럼 두근두근 거릴 일이 전혀 없죠. 今天要去看 Green 的演唱会。今天呢，特地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看到了吗？我的眼线也是绿色的，然后这个美瞳也有点绿绿的。Green 呢，是我跟大超都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组合。他们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们从来都不露脸。不管是他们的专辑还是演唱会什么的，从来都不露脸。就是据说他们演唱会都是用那个叫什么呀？嗯，电子的还是？不是电子的，那个叫什么？三 D 的不是？三 D 的不是，就那个动画的还是什么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然而并不是在这里看，应该是这吧？世博中心对的。到啦，然后现在是6:25，还有一个小时，人都没有，完全没有看演唱会的气氛。门口保安倒是挺多的。问保安倒是挺多的，保安还问我有票吗？没有票不能进。你长得像黄牛啊！我长得像黄牛。你长得才像。要不要像黄牛？票子要吧？票子没有，票子没有，有的。比你低吧？没有。快开场了，你点钟票子买了几了？没有，因为开场也有坐的。好，我们现在要去觅食，找点东西吃。就现在这边门口依稀看得到几个人，然后穿的绿色的衣服。我们现在来吃一个泰国菜，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椰子要32块钱，泰哥只要10块钱。好吃吗？这个烤鸡感觉色泽挺好的，完美。嗯，我试试看，感觉跟当地一模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两个好迷你啊，好可爱呀、啊，好小的冬阴功汤。我们今天随便选的这一家泰国菜还蛮好吃的，烤鸡很好吃，然后它那个炒饭我觉得有一点点油，然后它冬阴功汤很好喝，就是价格贵了一点，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就也没有看大众点评，随便找了一家还挺好的。你们要去看演唱会啦？耶、yeah, ！我买了一个荧光棒，我们要进去啦。Hello， 我们看完啦，全场所有的人都在合唱同一首歌，太激动了。然后我跟大超在怀疑，他们所有的都是不是都是录好的，人本人其实是没有到的，就是其实就是放的，就是录音，你知道吧？因为。我其实觉得他们还蛮神秘的，都不用人到的感觉，如果是事先录好的就有点亏了，很亏的了，一群人对着一个 MKV 的视频在嗨哦。你怎么知道不是 AVI 呢？对，视频里面的人说给手你就给手了，我靠这个。但是其实看演唱会重要的是这个氛围，对吧？还好我没有买980的票子，坐在前面就是太亏了，就等于是像看个小电影一样，看2小时小电影。演唱会的含义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合唱同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就是演唱会的意义。Hello， 宝宝们，今天作为美妆博主的我，终于要线下营业了。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看一下美妆博主线下活动是怎么样子。今天的主题是一个白色的衣服，然后戴了一个贝雷帽。好的，我们走啦。Call you my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uns my world. I remember
remember this night we had outside on the grass, us two. We were gazing up at stars, we smiled as my eyes slowly turned towards you. I knew there was no one else I needed, and my love's never felt this way. And we have three new colors on the bottom and three bestsellers on top. So I'm going to finish the skin with our ambient powder. And the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again.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You see her. 好的，今天收到的礼物。好，这个是他们新的一个涨粉，黄金涨粉。哦，好看，好好看啊！来，等。哦，装起来了。我有一瓶小菠萝，好可爱呀、啊。给你们看一个我最近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家里有养狗的话，因为上海不是现在在拉直分类嘛，所以就是大超在唱歌听得到吗？就是那个狗便便要自己捡嘛，而且就是狗便便要带回家冲马桶，所以我买了这个就是双层的，这里一层是纸的，然后这一层是塑料袋，就是你可以手伸进这个里面，就这样子去捡狗屎，然后捡完之后呢，就反过来一套，回家就可以把里面这个袋子跟狗屎一起冲马桶里，外面这个塑料袋就不会弄脏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如果你们就是上海的朋友们家里养狗狗的话就不方便捡，可以买这个。Hello， 我现在在常州，我们这两天过来度一个小假，租了一个别墅给你们看一下，一个小别墅，外面有一个小阳台。哇、哦，这边风景还挺不错的，就这一片都是别墅，然后我们有座山，然后前面是太湖，这里是好像是太湖湾旅游度假区，给你们看看我们的房间，老公你帮我把纱窗关上去好吗？打个招呼 ，Hello，How are you？然后这是一个东南亚风情的房间，到处都是佛像，我觉得装修的还挺好看的。这是一间房间，但是厕所只有一间。然后我们下楼去看一看，哎呦，楼下就是餐厅，然后里面是厨房，我带了一副麻将牌。不要喂你怎么玩个荡秋千这么淡定的还没有飞起来、哎、你叫小吴推上来。早上好，今天我们要去常州恐龙园，今天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哦、早上还吃了一个早饭，八点多就起了。这个房间阳光好好好到都过爆了，天哪。相机忘车上了，然后现在只能用手机了。你看我现在这眼睛肿的，然后我就大了，眼睛我这么肿了，跟个金鱼似的。将对他任何一个名字一定很熟悉，是雷人。他的跑
是只复制龙，复制龙这里有三只双冠龙，刚刚进行了一场捕猎，现在正在进食呢。等等，是前中龙的叫声，它就在附近。感觉下面就是像一个那个风景一样的，也就当下面是个 LED 屏幕。对啊，来了这个半山书局，感觉有点漂亮的。好精致哦，好精致的小黄纸哦。哎，这个看起来很爽哎，这个颜色。嗯，强迫症看着贼爽。啊，这个好可爱啊！好可爱呀、啊！天哪，小美人鱼，这个也好可爱呀、啊！天哪！啊，这个是那个吸铁石。啊，这个吸铁石好漂亮啊！这个小比比也很可爱，也是美人鱼的样子。哎，你们说这两个哪一个好看？陷入了纠结。这个也好看，天哪！这个也好看，这个大理石的也很好看，这个羽毛的也好看。这三个哪个好看呀？我买了一套美人鱼的，这个是手账本，刚好看的。这个当时扣。啊，这是圆珠笔，这么快的。冰箱贴，这个也挺好看的，非常的深奥。科幻小说，这本，就看这句话就很想买的。然后这个我没找到一，我先把二给买回来。然后这个刘慈欣，往过来捏个脚。这个技师长得挺帅的。不要拍，不要拍啊！这里不能拍到小姑娘啊，不能拍照的，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我们这里主打的是盲人按摩，手法纯正。小姑娘，你这脚长得很标志的，一看你这个脚就是个美人胚子。以前我给西施按脚的时候，她还跟你脚型是一样的。那你看我
最近买的一些东西。这些呢是我在 Beauty List 买的，七月份的时候就买了，然后过了两个月才收到，就是卡在香港了嘛，正好碰上香港出事。这个是 CT 一家的新的口红，盲选的那几这个、几个颜色，就是它刚出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单了，然后到现在我才收到。然后他们家这个口红就是这个壳子好像是可以换的，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花色，我觉得这个包装也很好看。我觉得盲选的颜色还可以哦，没有特别踩雷的，好像就是这个第一个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太裸了的感觉，其他颜色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然后还买了两支唇釉跟一支口红，就是有点土橘的感觉，还有两支唇釉，这支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有点肉桂橘的感觉，它是那种亮面的唇釉。这个呢是长这样，刷头是长这样子，就还蛮特别的，就是比较符合嘴唇的弧度，然后颜色是这种有点红棕调，就还蛮适合秋冬的我感觉。娜塔莎的日出盘之前不是很火的是那个日落盘嘛，日出盘呢就是更偏红色调一点点，这盘还蛮好看的，但是感觉它好像这盘的这个克数好像比日落盘要小一点，这日落盘感觉比它整体要大一圈，然后日落盘的质感会更好一点，它是这种皮质的，确实这个日出盘要比日落盘要小一点点。然后是这个牌子的一个双色的腮红，这牌子其实我种草还蛮久了，终于把它买回来了，但是我觉得收到之后感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看呢，它包装还蛮精致的，挺好看的，就是好看的，但是好像也有可能是过太久了，就是对它期待没有刚开始买那么高了，就收到觉得就还行吧。就我一开始是看中这款颜色买的，它有一点点那种蜜桃粉的感觉，颜色是属于那种清淡日常挂这个 CT 的 Walk of Shame 这盘，它是一个有一点那种酒红色调的感觉，这盘我还没有试过，到时候我会上眼试一下。然后粉底液呢，为什么买两瓶呢？因为我一开始买的是 Do You Warm 这个色，然后我发觉这个颜色呢有一点太白了，是这样子的，非常有质感的，我是打算买来做测评的，这颜色感觉太白了，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 For Warm 这个色，然后发觉这个色又太黄了，就是非常的纠结。它是属于那种遮瑕力比较好，然后持久度比较好那种持妆型的粉底。然后粉底的话我还买了一个 Huda Beauty 的这一款，然后我的色号是 140G， 然后里面是长这样的，然后它也是号称是一个超遮瑕的一个粉底液，这个瓶子就还蛮有质感，这个是雅克力的，它这个味道特别的香。还有一个是 Juvia Space 的这个粉底液，这个我买深了，颜色巨黑，我新买的那个色还没到，我本来是想拿这两个做测评的，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高遮瑕超高遮瑕的粉底液。最后呢还有几盘，这个就是 Clubhop 的眼影盘，他们家就是今年出了超多这种酒色眼影，这个是橘子这盘，橘子这盘我觉得超级好看，蛮值得入的，超好看，然后有一颗超级大的亮片。桃子这盘我觉得也挺好看，是一个蜜桃色调，这也是一颗大亮片。然后还有一个西瓜跟一个草莓，哎呀我的妈呀，给我对焦。西瓜跟草莓这两盘我觉得有一点点鬼打墙，都是那种红色调的，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红色调的话买一盘就够，这两盘就是有一点接近，是不是这盘呢就是偏那种粉红，然后这盘就偏正红。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 Clubhop 的盘还没有收到，这盘呢是 Brown Sugar， 这盘是他们去年出的，跟这些一起就顺便买的，我觉得还蛮实用，就是那种大地色，看似普通但是画出来还蛮惊艳的，然后这样子颜色稍微准一点。忘了还有一个买了一个 Colourpop 的这个套盒，它是跟这个好像是这个品牌合作的，看见是不是超可爱，就每一个里面是有两个土豆泥的眼影，是不是超可爱可爱。这个是有一点人鱼姬的闪的感觉，粉白色的闪亮片，它也有单卖的，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所以我就都买了一个套盒啊，太好看了，这个绿色跟粉色搭的太可爱了，看它是有那种各种颜色混色的，这个颜色有点，反正我这种收集癖呢就是喜欢收全套的，米色带粉色偏光的，这个绿色超可爱，看它也是这种混色的啊，这个超可爱，感觉还蛮夏天的，虽然现在夏天已经过了，很闪的一个银白色啊，好好看。然后这盒蓝色我觉得是这里面最好看的一套，看见它每个盒子也都长得超级可爱，这个也是一颗混色的橘色的底色，里面有蓝白色的偏光，米白色的亮片。我觉得这一套的话，除了这一组吧，颜色有一点不适合黄皮之外，其他的颜色我觉得都还蛮特别的，挺好看的。你们看一下灯光下的样子，我觉得灯光下真的超级闪，是不是很好看？肉眼看出去会比拍出来更好看。